小財鬼。小財鬼就好比人間的一般平民，他們一樣可以得到祭祀，但是享樂就比多財鬼遜色好多了。他們雖然有飲食，但是相對是比較少好多。當然他們的飲食並非我們人間的飲食，食風、食唾液、食糞便大有所在，林林種種，各色其色。小財鬼本身分有三種，其中一種叫做針毛鬼，他們的毛利如針，每當他們身體動的時候，這些好像針的毛就會自己刺親自己。第二種小財鬼叫做臭毛鬼，他們的皮毛又污糟又臭，甚至乎連肌肉都分爛。其實嚴格來說，他們的骨頭和腸胃都是腐爛的，所以身體傳來極大的臭味。第三種叫做瘤鬼，他們在喉嚨那裡生了一個大瘤，又熱又痛，根本沒有可能可以吞到食物，痛苦非常。他們雖然是平民百姓的身份，但是都會擔任一些差事，跟隨著多財鬼去管理鬼道和地獄。所以小財鬼在鬼道之中都未算是最慘的。